了一上午啊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点菜呀。因为现在我们这边山野菜刚刚都出啊，走了好多地方呢，还没长出来。就这个还行啊，你看，这个高度够用了，咱可以采回家了。真好胖！今天路上遇着东西了，明哥，这晚上回家炒点肉，最好的就是这个了。啊，最好的就是这个了，黄香，真漂亮，油汪的。今天采的这个菜呢，叫黄瓜香，也可以说叫广东菜啊。回家用水焯一下，包饺子、炒肉或者拌凉菜都特别的好吃。明哥，你晚上想咋吃？我要炒鸡蛋吃。炒肉吧。炒肉。整点荤腥，我天天干活。行，炒点肉，回家犒劳犒劳自己。你看，你看，放这儿。哎呀，那是啥？这是我。啊？这个，咱自个采回去吃去。这样。直接取就行了。啊，真过瘾哈！今天来这地方，你看真招人稀罕。哎，在这会儿够吃了，这还有呢。小墩一夸，哎，这小黑土真散着啊！这股黄瓜味儿，不怪叫黄瓜香，真好闻。晚上有菜吃了，扒开它的小草，看这一大朵的多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呀，里边还有仨，七八个。这时候现在都已经采这些了，真好啊！这就是今天的收获啊！你看，满满的一大筐，回家有菜吃了。我决定用它晚上包点饺子。这就是我们这边新下来的山野菜黄瓜香，也是我最喜欢吃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喜欢给我留个关注，过几天小雪领大家上山继续采我们这个山野菜啊！拜拜了。